新 MV 让星星听音乐还为终日复活。肌舞动作是不是觉得很熟悉？没有错，酿酒人队的周三玩为终日又回来喽。这次的影片主题是参观动物园，酿酒人球员们对着动物园的猩猩比手画脚。本来以为该不会猩猩就是玩为终吧？嘿，错喽。扮演清洁人员的王维忠走近后，把耳机给星星戴上。接着，王维忠日的主题曲响起，大家一起跟着音乐摇摆起来。其实，王维忠是酿酒人队相当看重的菜鸟，球团之前都会固定在每周三推出攻击舞搞怪影片。只是前一阵子，小王陷入低潮，防御率曾暴增至将近30，搞笑影片也因此被迫暂停。结果6月的第一周再度复活，让球迷再次看到王维忠在球场外也有这么搞笑的一面。动新闻综合报道。